王彤大时代复仇遭标绿茶婊喊话武则天转世。我心疼王彤在大时代演出由邻家小妹蜕变心机复仇。女王彤为了复仇，为了保护自己，让自己周旋于众男人间。王彤和马俊麟本是观众称羡的蓝莓恋，但为了复仇和前男友韩怡邦颇有往来，再加上为了要抢订单，让自己和别的男人醉倒于摩铁，这让观众纷纷怒吼：为何编剧要黑王彤？更有网友飙骂王彤在剧中根本是绿茶婊，心疼马俊麟付出的关心如流水。对此，王彤也在脸书抒发心情，直呼看到家妹的蜕变，替她开心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王彤在剧中经历阿公过世、母亲江祖平失踪一事，内心遭遇极大创伤，便开始强壮内心。武则天转世性格出现，开始黑化，要展开一连串的复仇。而对于角色被观众讨厌甚至怒骂，王彤表示对于角色满是心疼，因为单纯的早就被现实给消磨。王彤坦言知道有声音在责备角色武家妹，但他仍跳出替角色说话，在我的心里是深深感受到家妹的那份迫切，赞同剧中角色去找出真相。人生从不是在等待风雨过去，而是学会在雨中跳舞。对此，王彤好友白嘉琪也留言鼓励，陪伴着角色一起成长的心情真的只有自己最明白。陈美凤也留言一个大爱心，认同王彤为角色所做的努力。